他让你就说我考虑一次，我相机都是你。嗯。以后我的相机都是你。考虑一下。以后我的衣服都给你穿。嗯。以后我的零食都给你吃。好啊。以后我的卡都给你刷。嗯。以后我的床都给你睡。流氓！什么？行不行吗？不行。这还要出来？